怎么了？怎么一直盯着我看？难道你一直没摘草莓，光顾着看我了？对了，你的成果如何？刚刚还说这游戏过时，现在却这么有斗志。大律师，你的心思可真不好猜。是是是，你说的都对。不过，这场比赛的胜负还未定哦，我可不认为自己会输。那好，你过来吧。Thank you.
别动。你不是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吗？那我就认认真真地告诉你。不这样说，你怎么能记得清楚呢？之前我一直以为父亲和哥哥说的最好是指蛋糕的味道，但直到刚刚我才发现他们指的并不是这个，而是另一样东西，是人，是和他们一起做蛋糕的人。一成不变的风景，没有灵魂的死物，都是因为那个人而变得与众不同。因为它的存在，时间和回忆有了意义，平平无奇的草莓蛋糕也可以变得美味无比。没错，父亲和哥哥怀念的是那个最爱的人，以及与他们共度的时光，而这样的感情，那时的我是不会懂得的。你说呢，傻瓜？你现在不就在我身边吗？所以，就像之前答应我的一样，以后你可要一直留在我的身边，不准离开。我不仅要强调很多次，还要做个记号。这是专属于我的印记，也是你我之间承诺的见证。从今以后，我不会再放手了。